干干燥啊，干干燥，干干燥。给你修一下吧。哇，有点巧克力，有点好像巧克力的香味啊。嗯。这个不白不白哈。他法政也有人种啊，这个种。是啊。不然他卖很贵。它这边有好几个厅哦。嗯。它这边有好几个厅哦。哦，它装修不错了。以前的房子它楼很高的。哦。然后每一层是大概十二层。哦。那以前的要很高，因为是。没有了，以前的时候没有想装冷气。是。他们要做比较高一点。是。所以它就可以 一分为二 就变成很多个楼了，变成啊两层变成三层了，是咯。那我看这里大概也是十尺，十尺啊。啊。你有跟外面给人签 contract 了噻？没有啊，没有啊，所以你去其他地方展是 OK 的啦。比较不好啦。哦，比较不好。也不是比较不好啦，要事先跟他讲一下。哦，是有 contract 啦，其实。没有啦，是口头上。哦，口头上啦。哦。因为他在帮你。因为没有可能说他付出很多去帮我的时候。啊，然后你又去外面。哦，又去外面的话，像像。那个信用就比较，是。那个做艺术家就讲自由，是有这种有教育有商业的，是还是要遵守那个道德，对。啊，那个是信用，对对，没有信用，对，对对对。你这一系列转到很快啊，而且很多，做了两年了，两年了，是去欧旅时间吗？之前你都在做了吗？回来欧洲回来不久，好像一年后你就开始上这个了。没有欧洲回来，没有，对对对，一九年我就有，对对对，因为那时候你还是。你的个展吗？那时候还是 solo 在 contemporary 啊，还是 canvas 吗？因为我要那个拼凑的嘛。是。这么重，谁要搬来搬去？是。后来我就做那个非常小。是。后来淹水淹很多块，给它淹掉了。是啊。对对对对，你家有淹水淹那次。后来就找找在纸的全部完成。是。我布的干了就好几。啊，皮的话呢，就有一些超市它有一点发霉了，如果晾干刷刷刷又变成亮了。嗯。好像我就觉得，不如我就画在那个就这样皮啊。你现在用的这些是真的皮还是人工合成的皮？真的皮，人工合成它不上色。哦，不上色的。不上色。哦。嗯
没有，它有几种方餐是那种用捆扣啊，用那种叫箍啊，啊，框就是用框来给它放，是很美的哦。可是你不可以再放水哦。嗯，呀，这个大师给我冲咖啡呀，纪念性的一刻。我们都两年没有见了 ，MCO。不过我在录的。哦 ，OK OK。泰哥，我们讲是非讲得太过分的时候就不好。OK OK OK OK。这个来的咖啡是。怎么说？他以前是阿拉比卡豆是最流行的嘛？哦，那时候有咖啡虫。哦啊，对，有一个病毒是吗？啊，然后就死到了。他们就找这个替代的品种。啊啊，还有罗布斯塔、拉比卡这些都是品种。啊，后来拉比卡就真的比较甜。嗯。而后来他们那个也是顶不了多久，也是完蛋。那后来解决完，他们又再配种，看病毒什么。哦。后来阿拉比卡都就恢复了。哦。又可以种回了那个咖啡种。哦。原本它是用来抗虫啊，还是什么？哦。后来替代的，可是既然那个阿拉比卡恢复了，都放在一边了。哦。哦，还有一个这样的过程哦。啊，开始是在菲律宾啊。菲律宾先爆发，后来印尼，好像 COVID 这样哦，啊，对，全球化那是第一次的全、嗯、第一轮的，我好像记得香蕉也是经历过这样的灾难，啊，香蕉也是很多农作物啊，对，也是，因为那时我们现在吃的香蕉已经是第二代了，那时殖民时期的时候啊，那第一次的全球化啊。他们就那个食物搬来搬去啊，那现在很多国家他们很严格规定，是不可以带，是农作物，对，然后他得到一次很大的教训过后，是就学会这样子，是，然后这次我们的 COVID 也大概会变成这样子，是，啊，就存活下来的物种就会。没有，就是说那个人流啊，没有这么随便的啊，对，越来越严格哦，越严格，越来越严格，对。我忘记抓一个字啊，忘记抓了。哦，还要去搅的？嗯，它的晶体。哦，来，再加上去。来。我牙齿又前面牙齿掉了，掉了。你不是想要先弄牙齿？嗯。你这个时候你出门就戴口罩，你还打开嘴巴给人家。是。我等你打，因为现在打了第三针了。你之前是打？打两针。你之前打 Sinovac 啊？打 Sinovac 我没有信心。是。所以你现在最后一针是 Pfizer 啦，第三针。啊，第三针 Pfizer。我前面两针是Pfizer，所以我的 booster 要一月才可以打。哦。啊，因为我有做义工，我是慈济的义工，我们去那个 PVC Center 那边帮忙 register 这些东西，所以变成我们先打。哦。啊，所以第一批Pfizer我们打了。哦。啊，就变成我们要等到六个月后才可以打 booster。哦，它会比较强一点。啊，它比较强。所以医护人员基本上都 Pfizer， 除非 special inquiry， 好像一些老人家，他自己他也是义工，但是他可能对 Pfizer 有担忧，他就要求 Sinovac 啊可以，不过一般上如果你讲，志愿者，他都第一个安排给你打 Pfizer 先，都做了从。四月头开始，然后七月开始做，哦，我七月才开始做，做到十二月了，哦，做这个又，哦，那个时候真的很严重，对，八月份，八月中啊，突然间很多义工不要做，啊，
因为几个这个几个 PV center 的员工中嘛，嗯，就传出来喽，说很多我们的朋友全部不敢做，因为担心家人，嗯，啊，但是我们慈济的呢就继续了，因为我们慈济自己本身的 SOP 很严格，啊，我们吃饭的时候不聊天的，就是自己的饭盒拿了，啊，今天吃了，戴好口罩，换口罩，直接换口罩，啊，丢，然后就去做工，啊，十五分钟里面吃东西啊，就没有聊天，像其他的那些政府的就。吃饭的时候就在那里聊天、看手机啊，来吧，但是没有很严格，所以他们会一个传一个，很正常。因为在那个时候，又在那个人口最集中的 center 疫苗中心，人口这么多啊，所以我们直接，好像我的情况就我们直接自己带饭去，我也不拿你的饭，我自己带饭盒去，在车上吃，吃了然后消毒出去啊，这样。比较安全，比较安全，对，因为我们有家人，然后我们回到家，我们衣服直接在门口脱，我家人准备等肥皂水，袜子、鞋子全部脱，裤子没有脱啊，直接进楼下厕所冲凉。因为那个脚穿那时是刚开始传播率很小，嗯，很奇怪，他几个月后他去了日本啊，印度，连印度本身发源地他也是突然间没有，是。这个发源地你觉得是哪里？啊，发源地？新冠肺炎还是变种的交叉？我觉得新冠肺炎就是第一个。向来它都存在的，在尤其是农业，那个农业那个。嗯。我们吃的鸡每天都在打这个新冠的那个疫苗。嗯、疫苗。嗯、啊。对，它变种变出来，然后变成人传给人。或者是动物去吃那个、嗯、那个我们的那个农场的、嗯、的动物，嗯，然后再传出来，然后再变种，再出来一次。嗯，我们这样子来吃肉法，是，而且那个农场一间开的比一间大，然后鸡的密度越来越密。啊，所以他们不打抗生素，不打这种防疫药，就全部死到完。所以他的药是一年比一年加，啊，因为太密集了嘛，一定有卫生问题。那、啊、如果野生动物去咬了这些，啊，就出去了咯。这些家畜要再去森林了，然后你又不懂它会变成什么。嗯，是，然后可能。他吃过的水果，蝙蝠又去吃什么？昆虫又去吃剩下的那些皮啊、渣那些，或者是肉，啊，他们一定有一些残渣在的嘛。哦，哎，当时那个疯牛症是怎样发生的？是他们在饲料里面，所以有一些牛撒掉了的，啊，嚼碎了吃进饲料给那个牛吃。哦。所以你这个刚好也是讲。这个盐水的主题是吧？海水上升吗？啊，那个极端气候是那个碳排放，不是全球暖化的问题了。因为我觉得也是周期性的。周期性啊、哦。啊，加上那个碳排放当然加速、啊。所以人为的可能有，但是它不是最主要的比例。最主要还是整个大自然的变化，没有大自然变化当然的规律，当然是有，是我们跟着它的话就它不是说很快的话，好像那个太平它每天下雨，嗯，那为什么它没有问题，不会有上涨的，嗯，因为它一直下雨，它就一直那个大自然会设计它的水的水的路嘛，嗯。它的排放排水系统，对，然后地水的地方啊，对，像河湖就对。那这个我们这个气候变化的话，如果是慢慢变的话，人是可以适应，很多物种都可以适应的。嗯，而加速了的话就就是灾难，就措手不及了，嗯，会变成灾难的。好像我住的家也是30年，我住了，没有淹过，但
就是完全没有想到，一淹就淹两尺。哦，从来没有淹过啦。我看应该是什么水都有。我觉得是河道阻塞，又加上，我觉得还是排水的系统出问题了。那时中欧不是他们有修那个河的，把它拉直弄到美美，结果一拉直了就啊、哦，对，因为水来得更快，几个针，对对对，那你突然间去改变那个水路，对就会出问题。对，好像美国也是有个公园叫黄石公园，比如说他们就看到那些狼吃掉那些鹿，觉得那个鹿很可怜，嗯、他就把那个狼全部杀死。政府批准的，把所有的狼杀死，就以为说这个是在维持生态平衡嘛。结果那个狼死完了过后，那些鹿就可以繁殖了，因为没有人吃小鹿了嘛。然后鹿就一下子数量暴增，就拼命的吃草了，吃到没有的草吃了，就河岸旁边的草短短的也跟它吃掉了，吃掉了整个河的河流啊，本来弯曲的嘛，就变成。变形了咯，变直了咯，直接冲了咯，越变越大了，结果整个地形变掉，然后土崩，啊，就这样子发生了，然后树倒、疾病全部就来了。当然你说大自然和人为，当然是有影响。有影响，对。然后美国的做法是去南非，又再去找多80头羊，再回来重新养过羊啊，那个生态慢慢平衡回去。啊，有时候有些东西我们觉得说它很坏，但是它就是有一个这样的作用在那边。没有，不是说坏，是以人的标准来说，对人有利益，我们没有啊。对对对，我们都是好像我们，对对对，我觉得我们小时候读科学也是，这个是一筹害筹，都是用人的角度去、嗯、啊去 judge。啊，是我们人的，我觉得我们人类现在还是智人啊，才25万年呐、啊，现在才慢慢的要走向成熟了，从过去的历史，但是还属于很幼稚的阶段，大部分还是站在自身啊的那个利益啊角度啊出发，嗯，政治人物特别明显，我觉得。啊 ，OK， 政治人物，那如果是政治人物要谈政治人物，我们就不喝咖啡了。要喝什么？要喝酒。OK OK， 来啊，好的，等有机会喝酒的时候，我们再来谈。嗯，因为原本他们怎样得到支持，就是让你生气啊。让你觉得危险啊，他可以帮助你啊，对，还是他们一直制造那种民间的困难、哦。是咯，好，对咯，对咯，对咯，他让你，他创造一个他有被需要的环境。啊，对对对对对，所以如果他让你安居乐业，你就觉得他不重要了。他没有个事业了。对对对对对，他就也没有机会，他就所以他们也不用，也不会很热衷于去解决问题。没有，他先制造问题给你、嗯，然后你觉得很有问题的时候，不准怎么办的时候，他就出来帮你解决了、嗯。然后他如果一次帮你解决，你下次你还可以找他，上来抵押到那一点。这个职业是这样子，这个职业是这样子哦。所以我们不知道，不是给他耍到成长的。你现在这个皮的这些是画上去还是印上去？画上去。画上去哦，画得很腻的嘞。比 canvas 还要腻了，是因为它的皮很腻是吗？它的特质有点跟，因为其实两个系统来的，布和纸。啊。西洋化的系统，它是布你割接了整个布， okay. 然后你的原料就涂在上面。嗯。然后它的 support 是 support 它分离的。哦、oh, ，OK。啊，你要修的话，你可以整块布
拿出来，然后放在新的布上。哦。那个纸啊，水墨画的那个系统，就是你画在纸，它是吸在铅笔里面。啊。对对对。纸耐多久？那个喷闷和纸耐多久？它其实就是比较耐的。嗯。然后它就在粘在一个我们叫命纸吧，我画的。我们叫托底啦，啊，托底，啊，托底。那个叫命纸，就是支持，啊，支持它的，对，给它平滑。嗯。那这个皮呢，它可以吸，它喷闷是吸进去它的铅笔。哦，哦，它是吸进去里面。啊，吸进去里面。哦，哦。它所以它的纸其实开始的发明也是参考这个皮的铅笔。哦。所以你纤维结构就是这样交叉，哦，交叉的。所以这个颜料是 acrylic 还是油画？啊，acrylic 颜料。acrylic 颜料。然后有分吗？有分画皮的 acrylic 还是画布 acrylic 有分吗？要不可以用太，你不可以一下子涂太多。哦哦 ，OK OK， 它就是要不可以用 heavy body 的啦，就是用软的啦，用软的啦。嗯，另一方面它是细到饱满的时候啊。它就等于说它有一层隔别了，嗯，你再画的话就变成那个像油画的系统，啊，对，它有两个系统在里面的，哦，里面的，哦，很特别，我觉得这个应该是你开创性去做这样的东西，也不算了，因为古代其实是开始有人在画，还没有。画名纸之前是用的，画在皮啊，哦，是哦，羊皮图画那些地图，啊，电影都有在用，啊，对对对对对。像西藏的话，他们唐卡啊，唐卡那些也是画在皮，有些在皮啊，对，有些甚至是人皮的。对对，啊，我认识一位沙拉瓦的画家哈，哦，他不是属于专业啦，他是业余的，但是他本身是。很热衷于画画啦，哦，OK， 他叫 Marcus Lim，他现在在研究的是树皮，哦，但是树皮是处理过的，哦，他说他会送我一片啦，哦，到时候如果拿到的话，我看大片不大片，我分你一点点，看你有没有兴趣 try 一下，嗯，好，可以，啊，我觉得印尼那边以前也是有的，啊，到现在还有人在用啊。还能再用哦，他讲这些树皮是独一无二的，每一片 texture 都不一样。啊啊，所以我有看到他用它来创作几幅画了，好像也是要一层一层上去的，就是说第一层下去单雕，然后你再加第二层，再加第三层，然后它颜色才出来。它就会吸掉那个颜色，它的皮本身是，就是深褐色的。纸开始做的时候也是这样啊，就是用树皮把它蒸剩下那个纤维，哦，然后再哦，其实它就是用回传统的材料，哦，如果是皮的话呢，它的那个耐没有反，所以它处理出来，就是想要处理它反而没有纸的。棉纸，尤其是宣纸那些，他们全部用自然的材料去制作的。放了1000多年还是，放了整千年还是，除了发完之外还是没有。你介意不介意哦？把你的这些作品哦，跟它做成包包啊，这些东西。哦，都已经做成衣服了。做成衣服了，这个是衣服哎。对对对。对，因为我的表妹，啊，她本身是专做，她以前是裁缝的，啊，然后她现在是有自己做皮革包包，啊，她有给我几个皮，真皮啦，牛皮啦，她有给我几个她车的包包，她是叫我去画的，我一直没有去，因为其实我本身的创作，你看我本身创作我画很多动物的嘛，啊，因为我本身也很喜欢动物，所以我的一个理念是说，哎。比较保护这些皮，我的想法是，因为不要从他们身上剥这些皮起来，我的想法是这样，所以变成我没有去那个动机去创作这批作品，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刚好你在换，我不懂你有没有意思跟我的表妹配合，就是说她很会车，她本身是没有中学毕业的、啊，她就是去读服装，然后自己慢慢磨，很用心，做的东西很腻。哦，皮具的话，尤其是这种比较厚的，两个 mm 以上的用手缝的。啊，对对对，他有些东西他用机器车，有些东西他用手缝。他就是卖给美国了。哦。啊，他的东西都是网络在卖，而且他是做了几十年了的。啊。啊，这样我觉得我不懂，因为他有一批作品在我这边，我已经放了快四五年了。哦。啊，我没有去动。如果我觉得我不懂他，但是他的情况是已经车好了啦。已经测好了。你的情况应该是要你换好它才测是吗？啊，又或者可以找它换完，它缝纫啊，缝纫啊，对，对，可能我约他跟你见个面。先不用，因为现在暂时不用线。暂时不用线了啊。还没有转入。OK。不过我可以，如果有他的作品可以看，我可以先看。嗯。因为我现在也是可以说找人合作，是一些作品的事情。是。像这个衣服，其实我也可以找舞台剧的人合作。我可以找那个服装设计师合作。是。然后我也可以。穿出去，但是目前你是自己缝的嘛，对不对？啊，你是自己缝的嘛？对，有限啊，因为我在工作。对，但是有它的味道。好像我不知道，我的作品不是很喜欢用 recycle canvas 的，我就是鼓励那些衣服穿过的，我就是重新再用那个 gesso 就加了两层，给它就在上面画画咯，当着画布来画咯。我是乱来啊，你知道我没有。我是乱来的嘛，但我的 concept 就是 recycle 啦，我的 concept 是 recycle 这样嘛，所以我的 canvas 那画过我不满意的作品，我就跟它撕起来，重新剪掉，我又车过，做成一套大幅的来画。所以我的做法是这样啦，所以也是我的车工不美的，啊，但是我就是可以跟他车歪来歪去咯，啊，因为我们不会的，我觉得我们反而很敢去。乱做 也不是说你如果两个布你可以拼啊，拼就是说你先两个合在一起啊，然后你侧过去了，然后这两个再放一个布是，然后两再侧两边是下去就很稳，是、嗯、那缝纫也有缝纫的很多不同的技巧的话啊，对，但很基本的要对。啊、有啦，我就是自己买一架真车机回来就一直车咯，车咯，啊，车了，也是车了四五年啦，啊，这样，所以现在就开始车歪来歪去的东西，啊，这样咯，因为以前开始都是学车直线的嘛，啊，现在我开始玩转咯，那他们现在的还可以缝那个花纹等等那些东西。哦，原来龙田是可是他对你评价很好耶，是啊，以前我学生的时候发到很难去发到的哦，很多老师都讲我带坏其他学生，是啊，真骂我比较叛逆啊，可以吗？可以这样讲吗？装饰，设计师。高大鱼子上的。这个又是什么？一样啊？一样过不同，这个是小号拿过的。哦，刚才那个是你自己烤的。两个都是自己烤。哦，两个都自己烤。喂，咖啡。啊？他的 staff 啊，威林，哦，威林啊，嗯，三千块，三千块，
因为我这个比较早一点听过，就是800多，200多，200多。哦。普通是比较本钱的，比较经济的。如果是要接受那种，你要做数据的。是。然后你那台机器坏了啦？坏了。你现在买一个手压的。好、哦，买那个啊，因为我这里靠一些你介绍后的贵嘛啊，他们那种很贵的那种、啊，其实它是比商业用每一天超几十倍的贵啊，是，每一天两杯，其实不值得花那个钱，两三杯的了，对，家庭用你买到很贵的也是，不过。耐用了，我之前买那个意大利的也是只是用了10年，10年哦、嗯。我家里也是用这样的，但是我没有像你这样，我就是随便乱冲的咯。因为你最重要是那个豆苗磨的均匀。均匀哦、嗯。然后泡的时候，那个水也是要加到均匀。我看你刚才淋到很美，你就是算时间咯。哦。因为我是要蒸太久的话，它色温就跑出来了。哦。你喜欢喝酸的吗？哦，也是有啊，有喝非洲的豆我也是常买。啊。非洲豆比较酸一点。嗯，我蛮 enjoy 酸的现在。它水果味比较重一点。啊。但酸的话，那个水的温度就要控制比较低温，80度这样子，它才能够泡出那个酸味。嗯，那浅提的话，你要高温。哦，要高温啊。啊，看豆了也是。哦，也是要看豆啦。啊，浅提你就高温一点，深提的话你就低温一点，就平衡一下了。哦。也不一定啊，有一些就算是深提，它也要高温才泡得到好喝，你就高温了。哦，反正你开始新的豆子没有接触过，你就每一个温度你试一下，一定找得到一个适合的。是，它没有一定的，你不同豆子就不同的烘焙就不同的。对，明白，明白。其实也是要看你来热的，如果你买了这个豆，你要试看什么温度泡才知道怎样泡它最好喝。通常如果你跟店家熟，你买的时候你就可以跟他讲啊，他就会跟你讲。因为他们烘焙的时候过后，他们有事的。嗯。跟那个豆有什么缺点，该怎么泡，他们都知道。哦，所以会不会是每一批豆都不一样呢？不会。不一样。不一样。同一个产地，每年气候不同啊。哦，所以即使是同一个Sabaya，它每一次Sabaya都同样牌子、同样品种。都未必会每一次一样，对吗？嗯、所以它有趣就在这边咯、哦。可能所以，哎，它有点像葡萄酒哎，像红酒。啊，在我们的做法，这个精品咖啡做法就跟那个葡萄酒差不多。哦。你不错，可是葡萄酒可以放这个。是，这个不能。这个不能存。所以，如果今天你喝到这个豆这样的方式，这样泡很好喝，你喝完这一批，你要找未必可以找到。没有，你就等明年定下一年的。但是水量啊，各方面可能未必一模一样啊。那个含水量有时它用到刚好，有时用到不好这样子，那你就要在烘焙那边下功夫了。嗯。烘焙那边下功夫了过后，它你去试杯哦。嗯。看缺少什么，多了什么，然后你再以你的通泡的方法去平衡那个冰缺点。它整个过程每年有个比赛的、很多比赛的，然后那些人就一边泡就一边讲他用水温多少啊，他用什么豆啊什么，全部聪明了。那就像每一年他都有新的发展了、然后有新的豆啊什么。要不要我解决一下这个桌子的？找一张必要的纸。
就算你要强调它的甜味，你就甜蒜的时候，它甜味是甜第一次跳的时候出来的。哦，那第二次就是那个酸味了。哦，然后第三次的那个就是有点涩味苦味了。哦，那所以你要怎样去平衡这三个阶段呢？哦，所以你放的水量，如果我要酸味多，我就第二阶段水加多一点。水量和温度都可以调整。哦，你的手冲就有一个好处。哦。开始就要预蒸了，给它的液搞出来一下，不然那个一氧化碳它会阻碍到你的萃取。嗯嗯嗯，所以前面那个阶段很重要，就是让那个粉那些软化些，啊，就是打湿它，然后它的气会清出来些，像我们叫 bromine 就开发了，那个。那个中文就叫闷蒸，嗯，可是我觉得英文的比较恰当，嗯，它真的是好像花一样开花了，嗯，那其实你冲的时候，它的味道出来的时候，你就嗅得到它的味道了，嗯，这个冲习惯鼻子好的人，他冲的时候已经知道了，这预算出来的样子。然后它变成说咖啡精品咖啡，它是每年它有比赛，然后收集每个人的成果，就连那个咖啡品种，然后栽种的方法，他们全部有录起来。哦，有记录起来。然后怎样泡，怎样烘焙，怎样磨，全部有做出来。哦。然后有评审啊，在那边试喝。就选出算是最好，连那个泡咖啡的人的仪态他都有，仪态，仪态都有算最好的。哦。然后你泡的再好，你不懂得品，讲解你的啊，也是很扣分，不值得。嗯。所以那个 presentation 也是一个很重要一环。啊哈。所以这十年里面的精品咖啡它已经。到一个 art 的阶段了，他已经到 art 的一个，他进展就很快了。嗯，只是如果你讲传统的咖啡，当然每个有它特色，像南洋咖啡放糖放牛油这样子，越南咖啡放盐放牛油这样，然后中东的就放香料，就是这些不用去改变它的。嗯，可是他们也可以从精品咖啡这边的经验去。嗯，加强他们自己。嗯，像你讲的咯，就好像每个阶段的一个定格咯，就是南洋是一个阶段，可能他们有一批的粉丝，有一批这样的supporter， 精品有精品的 supporter， 因为有些人你给他这些，他也喝不出的。嗯，好的就喝得出了。啊。那这个我可能就粉磨得太细，它出水就慢了。哦。这样我就下一次我就微调给它，哦，比较粗一点点。这个机还可以调那个粗细。啊，对，下面那边有调。哦。然后我要调粗粗一点这样子。对，你咖啡店喝，因为它一天里面泡很多次了。嗯。刚。很快就他们就调整到了，像我们自己在这里泡的话，你可能几天后你才调整到。嗯，最理想的。就喝完了。是是是是是是。像我就不要等它调完，因为时间会太长。哦，所以时间也是一个关键。你可以用时间来探讨咯，嗯，或者很多东西可以参照的，就讲到最后就是要早上，嗯，这个是 OK， 干净的啊，新的，
是给我拿东西的老板娘。嗯。哎呀。你可以不要这样快，然后吃一下不同的温度。嗯。这个比刚才那个有多了一个酸味。嗯嗯，因为这个我烘比较浅，稍微浅一点。哦。你如果是烘，因为它这个糖分很高的。哦。如果你烘稍微深一点的话，它的味道有点苦。啊、哦、苦。嗯。那个冷了，它有酸味。哦。它干，它比较那种我们叫回甘。嗯。因为奶皮克就是二回甘，很强的。所以你喝下去过后，它倒回来的味道会很久，哦，一直有。所以这个你就这个就可以慢慢喝，不像我们传统，当，就要趁热喝。就是他们以前的人喜欢喝是很烧的，现在就不介意了。哦，不介意了啊。那黑咖啡的话，它冷都可以。都可以啊，我们也有冷萃的嘛，嗯，放冰块在上面给它慢慢滴下来啊，或者是你直接放去瓶子那边，放去冰箱第二天才拿出来过滤啊，用时间来提取的啊，哦，哇，很多方法哦，啊，很多方法，因为现在那个最精品咖啡最大影响在这个 espresso 里面了，它 espresso 的那个萃取跟以前不一样了，嗯，以前就是你挤到平平了，挤到很均匀了，就水给它稍稍给它出来就可以了，嗯，那现在你还要控制水压，嗯，因为它的都不一样了，嗯，你要控制水压，控制水温什么这些全部他们也在调整，嗯，那现在新的机器它就可以调整这些了，嗯，那好像我跟你说浅焙的话，你要温度稍微高一点点，这样你可能萃取时间也可以，也要预先预蒸了，再出来的。嗯，以前的机器做不到这个。做不到啊、哦。是是是，现在的机器都可以变成它在里面蒸多久，几久才出来。啊，水温也可以调。是是。以前它也可以调水，以前可以，也不能调。所以这个精品咖啡过后影响到的就是连这些机器也是，那最快去改进的就是这个意式咖啡，是，嗯，那其他的好像土耳其咖啡啊，那个 Mocha Pot 那些啊，他们也在改进了，嗯，比如说 Mocha Pot 它的水温通常太高有一个焦味嘛，嗯，那他们可能在 Mocha Pot 上面先放一些冷水。让它的咖啡出来的时候就不会太过、哦、太过温度太高的样子。哦，很厉害哦！啊，几乎什么可能性都想了哦。啊，像那个法压的，以前是我们就压过去，等时间到了就倒下来。啊，但也没有嘛，他们先浇一点水给它打湿了。啊。给它气出来了，然后再倒，再倒，是是是是，也没有压它，先等那个时间到了，才压下去倒出来。是，这全部他们就互相影响，互相改变。是，开始 try 更多的可能性，啊，把很多步骤更加细节化，更加的，就是更加的。detail 了，啊，更加精致了。精品咖啡它是啊，开始是这样子，然后每个它会慢慢影响到其他的。是，其他的他们也是原来他们的样子，都是可以。是，更加的精致化，更在细节上会更加讲究。也不是说要那个细节，而是要那个成果。嗯，你要那个成果的话。免不了要注意这些细节。是咯，就是他们会在细节上更加重视咯，然后就可以得到那个成果了。嗯。那他们从头到尾，以前为什么没有方法做到那个咖啡很好？
因为他们以前是垄断式的嘛。嗯。所以如果说我制作三支垄断的，全部咖啡专门的咖啡豆全部拿来我这边，就掺在一起了。然后我处理了，我就卖出去了。像越南就是面对这样的问题，就是他们的豆太多种，然后就掺在一起，什么豆也分不出。现在开始才慢慢的要，但是已经很混乱了。我觉得这种商业模式就是大吃小。大吃小。然后现在这个精品咖啡的模式就是有那个咖啡师直接跑去那个庄园那边就购买他的咖啡，然后试喝试炒了，有什么缺点不足的地方，他就叫那个咖啡门去改进。就包括帮他找适合的泥土、适合的肥，然后怎样去处理那个咖啡豆。那以前咖啡农也是种咖啡、采咖啡去教出去的。但是他们现在懂得怎样去改进自己的咖啡。然后那个收入又会比交给人家，他就算多做这么多工作，他也比交给那个。大的咖啡商去卖的收入很大。那个咖啡馆他们就会直接要求那个咖啡农的品质。那当然你今年种的好，他就可能价钱高一点。那现在很多以拍卖的形式。拍卖啊？比如说你咖啡有一个咖啡展，你的咖啡农就展他的咖啡。然后每个试喝咯，好的话就做了精调，不好的就很便宜了。那一种自由市场。这还是另外一种模式，而且比较均匀的。它不会说咖啡总做到半要剩下水，然后赚的钱是最少的。然后咖啡馆买了，那个咖啡馆交了租金啊，什么一大堆泡出来的咖啡也勉强维持不了。我反而是中间，你看咖啡是期货嘛，期货市场他们在炒卖哦，是那批人赚不着钱，什么都没有做过，能赚多少钱？是一个买卖的人赚最多钱，的确是这样。巴萨也是嘛，大巴萨是赚最多钱的。是提供个平台嘛。那个负责最辛苦，巴萨小贩和那个菜农，他们卖的风险是最大的。是所有的风险、后果、肥料、经济、天灾，什么都要他们承担。那小贩你买回来卖不出也是，就是有这个风险的。而中间上去到菜农那边了，今天的菜过分了，就这个价钱了，那不卖你了，就掉。所以他的精品咖啡的体制会改变了这个体系。不同的温度下，真的有不同的味道。然后我们以前没有办法喝到这样的咖啡。因为从头到尾都没有人去注意这个品质。很庆幸啦，我们从认识咖啡。糊里糊涂喝了几年，到现在进入这个精品咖啡啊，又有机会体验到，我觉得不懂，我觉得自己很幸运了、生在这个年代，虽然是多灾多难呢，但是也是一种幸运的。心态的问题啊，有些人就嫌咖啡越来越贵，咖啡越来越贵啊、不
我一个没有办法，这个天气冷的话。你讲面对问题是什么？阿拉比卡罗他也是面对这个天气冷嘛。对。收成越来越少，越来越少。对，加上他也是面对病毒的问题。那拉比卡又要出马了嘛？是。哎，他们试过很多，因为咖啡品种有法做什么？是。像不同种类，好像阿拉比卡是一个种类嘛，是它里面还有很多细分。是。然后像阿拉比卡和罗布斯塔就是两个不同的品种。是一个大的，一个大缸。可是阿拉比卡里面又有他们自己的分类。像罗布斯塔也可能，阿拉比卡现在有一天。买不开也是一种，可是算上来是有百多种。嗯，那比较大量种植是这几种，那现在大家都还在找那一些可以媲美阿拉比卡的。嗯，阿拉比卡的。这个是农业的一个考题，也是咖啡的考题啊，几百年来都一直在。也是对。这个莱比卡，我觉得它的香味很够、啊、口味可能跟那个阿拉比卡有点不同。嗯，然后要完全弃赛，你们要多一个选择。嗯，而它好处就是它的种植，它连海边都可以种。嗯，还有它的那个根很深。可以复习很多被破坏的东西啊，那他也不是说你种一颗他会来种一整张海就够了，他要一颗，他要一颗别的植物啊，然后要挡一下，他不要很晒了啊。哦，对，我所知道咖啡好像不能直晒的啊，要半还要阳光，但是他不能够直接，所以说这个用来做复修那些被破坏掉的鱼，然后又有经济作用，觉得这个是不错的，不错的一个做法，一个选择哈。要不然我们的那些一起种过鱼种的地方真的是，那个肥都，化肥跟油棕肥。那个土地通常就很贫乏了，变酸性土质。嗯，不过这种还是要很多人去投入研究。是，而且它需要投入时间。今天我们做了一些改变，你不是说马上看到成果，很多东西还在理论的阶段，必须用实际的。这个没有，这个来比看它大概两年，如果播种的话，两年就可以收成。哦，两年就收成了。那当然你如果是五六年的那个果子比较好。又不一样哦。所谓你讲它根的深了咯。因为我觉得就是过后很多东西会改变。嗯。好像即使是美术馆，它也整个期间很多不能开，没有门票收入，都卖了很多房。哦。那现在如果你要去一个美术馆看艺术品的话，其实是很难的事情。嗯。也不容易旅行啊。嗯。是。是。这个阶段对美术馆，好像这些一路以来靠门票收入的，好像佛罗萨啊，罗浮宫啊，这些我看也是很挑战，一大笔收入对他们来讲，一个人15欧元，很够了。我们天天排长龙那个量，我看他一天的收入应该最少3000人吧。有3000人吗？最少小型的美术馆是3000人、
小型就3000人了。因为他一个人好像限时一个小时吧，你就要出来了，然后就换一笔进去。然后、没有了，现在他靠很多是那种中国团啊。啊，中国团。啊，全部15分钟里面就搞定。去楼下看。哦，才15分钟啊、哦。没有，他们通常是带他们去看蒙娜丽莎，拍个照片就上了。对，走马看花，就看几个终点就走。那种游客他们是很多的，是快，因为进出很快嘛。像我们这种进去照2个小时没有。是。我每次去就是买好的那些三文治啊，在里面。啊。看饿了我就在那边吃了，有时上有一次是比较放纵，我就在里面的餐馆那边吃饱了喝汤。啊。要不然你也可以跑出来。吃饱了再回去也可以。哦，他的票是没有一整天的，一整天的啦。那在这样的情况底下哦，虚拟展的话还是没有办法做到那个效果哦。网络虚拟展，虚拟展，还没有办法，还没有办法哦，还没有办法。可是，如果你看就原本就是毛巾的作品的话，它就可以搬出来，反而怪怪的。是，你搬回现实，好像有些就搞，好像把那个把那些Van Gogh的画弄到整个空间都是啊，会动啊，会什么啊，那些就会吸引一批人去了。那个也是一个方法，一个方式啊。可是那个是从把虚拟的东西带到现实来展示。可是现在我们讨论的是直接在虚拟里面产生的虚拟东西，你必须是在虚拟里面看的。所以以后这种实体的会让人家更加珍惜了。就实体也是实体。它会让人家觉得你不需要去把实体虚拟化，是吧？就是我们刚才有讲过那个，你不需要说，对艺术不需要跟潮流。现在是虚拟化的时代，你就要把所有的东西虚拟化，是一样的道理哦。啊，像照相机出来的时候，很多人讲绘画历史。只是结果，出来的要开始是有一个对抗的，例如说那个时候摄影机出来的时候，那个绘画他们不再写实了，就开始很多不同的想法和方法，是，才慢慢有了印象派，又加上颜料的发明，火车的发明。可是，在后来20世纪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印象派艺术家其实他们。用了大量的摄影作品来帮助他们。因为很多基本上他们拿那个画作和照片来做，然后规则是一模一样。当然到20世纪过后，摄影本身也是艺术的。它也是归类为艺术的。可是我觉得就是好像现在毛巾已经其实很多年来它都没有成为艺术的一部分，因为它很多的创作都是倾向于虚拟的一个文化那边的。是。可是当它开始有人去把这个媒介当作是艺术创作的时候，是它会有一个这样的时候哦。当那个技术逐渐走向成熟的时候，就会有人去专注于。像摄影早期它是实际的那个作用的，比如说印刷啊，印刷啊和媒体的那个报章，那时候开始有印刷业，有杂志报章报道需要用到这些图，就不需要用，就取代了版画咯。啊，因为开始的时候没有人家就用版画了。啊，可是后来也是有一批人说把这个摄影当作是他表达他自我的一次。
对，就后来的结果。冬天的时候开始就去先审一次了。我很多媒体上的情况也是，因为早期好像那种退低的软件嘛，那种贴膜的软件，很贵，也只有企业才用一次。而像个人可以互相像 Photoshop 这种，当然就已经很一开始就好，一超了。然后那种啊，用电脑绘图的那些就一开始很糟。我觉得如果你说那种 2D 的那种，是真的，一来很难用。你要有一定的训练才有办法用得到。二来反馈。可是现在这几年来很多趋势就是，你看你见过 Blender 什么 Blender 小我自己啊 Blender 啊对 Blender 它是一个 3D 的software 哦是啊它现在是完全是开放免费然后你还可以你不会的话它还有很多人在 YouTube 上面做传授的这种条件下我觉得是会慢慢产生一些艺术创造所以你要知道一个动画师或一个电影师说制作的一个特效的一个他的工作会很早到了没有办法做艺术所以现在我看加上 NFT 这个出现它有一个奖赏机制就像我们艺术怎样文艺复兴是怎样产生的其实是有一个奖赏机制在那边就是说那个会有出钱给你去画然后你可能得出钱给一个五年去画一张纸画完了美第奇家族了 Medicine画完了然后如果是玩具喜欢的话又在另外再打赏他有一个奖赏其实要到了近代的话就跟要别人讲说一般人也会去买那个时候那个奖赏机制真的很成熟了的时候就很多人投入那多媒体的话是一直以来是缺乏的然后 NFT 的话刚好是上一个解说人目前的初步的阶段还是很多人去投机的比较多可是他既然这个机制如果是有完整的话他很快就会有一种情形谢谢你的时间咖啡还有你的印度饭